很出名的，很出名的舞者，这边高松桥这边的棒棒舞的几个，这是高松桥啊。高松桥挨着五河子很近，这边就是漳州同胞比较多，然后这边有几个漳州妹儿长得很乖，然后穿的很好。你净说一些开心的事情。还没过来，等会儿转过来你可以看一下。